好奇心十足的老外们向来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主，各种危险的实验简直是数不胜数，咱也不知道他们的胆子咋就这么大。瞧，今儿个又盯上了炽热的火山岩浆，想着要是把脚踩上去会发生什么，听上去便觉得后背一凉啊。可老外们倒是一点都不含糊，拿出锅炉就开始加热岩浆，待温度达到1500摄氏度时便马不停蹄地将其取出，随后将一只大猪蹄子扔进去试试水。嘿，你还别说，这效果还真是杠杠的，一眨眼白白胖胖的猪蹄子就被烤得黑黢黢的，要是拿来烤香肠，那效果更是好到没话说啊。觉得有趣极了的老外立马就准备好了满满一浴池的水，随后拿着岩浆就往里边倒，不料这场面真是太震撼了，随着砰的声响，浴池中就炸裂开来，里头的水花也是溅得到处都是，看上去真是太刺激了吧。见状，老外便将岩浆滴在一块铁板上，不得不说这老外求生欲还是挺强的哈，径直拿出一双假体就踩了上去，谁知刚放上去就燃起了熊熊火焰。我的妈呀，这要是再多放一会儿，靴子怕是要震亡了呀。不得不说，老外这